你相信吗？只需要两种调料就能在家里弄出像烧烤摊的烤玉米。走，跟着我，看我怎么做。我们先准备玉米。把准备好的玉米对折，这个时候直接把它放在气炸锅子上面，然后涂上 butter， 好了，直接放进气炸锅。温度放180度，12分钟。中途给它转一个身，12分钟好了之后，我们给它刷上烧烤料。再烤个3分钟，好了，气炸锅烤玉米，哇哦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帮我订阅和按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